狐狸猫的探险秘籍小暖身，游戏准备，请先准备好狐狸猫的探险秘籍学习单，总共有三张哦。而游戏目标的部分，我们在等一下的活动必须填满关卡指定空格，来解出探险秘籍中的谜题吧。游戏玩法，首先这里是我们的关卡目标，要让狐狸猫走到宝藏的位置。再来，这里是指令区，等一下我们要透过这里的指令来控制狐狸猫移动哦。还是觉得不太了解吗？没关系，我教你，注意看好咯。将向上指令填入执行一次，向右一次，向上一次，向右两次，最后向右一次，这样就可以到达终点咯。好的，现在你已经学会了，那么后面的关卡就交给你咯。